孩子姐妹说你好凶，叫你温柔一点。要不是像我，你还有个三爹的吧？老李，真的，啊，姐，今天买了猪肉啊。买个猪肉有什么好高兴？又不是买的海鲜。就是猪肉天天都吃。说这种话，待我给你们做个新菜品，川菜，比那个海鲜还好吃。真的假的？你什么菜？你说。待会做出来你就知道。你们要去哪里了？上了街啊。对啊。上什么街？走回去开干。啊。呀、yeah, 哎，今天买个最出的，买了一个猪肉、酸菜和金针菇。哦，今天就靠你炸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哎，你终于受到表扬了。这一块就是梅花肉，也就是猪肩上的那块肉。哦，但说实话，我感觉不怎么漂亮，是真的。哪里不漂亮啊？姐，你什么时候学到做川菜了？我一个四川朋友教我的。可以，什么？以前的一个同事。哦。在一起打过工的。把那个金针菇给它放里面去，很好吃。也叫明天见，这个菜，有这个酸菜还酸的感觉。这个是生菜吧？那种芥菜。哦。用来腌这种酸菜的。姑啊，你今天就买了这一个菜？是啊。这不是家里还有菜吗？啊啥？他想吃墟上的新鲜菜，知道吧？家里的也是新鲜菜呀、啊。还有墟上那种不一样口味的新鲜菜呀、啊。老是要开窗了。那家里的菜要吃完了吗？这个菜一定要放红薯粉。来点盐。葱姜水。看，再来调一下这个红薯粉，加温水。啊，拉丝了的，对吧？好，给自己家里种个茄子，蒸到来吃掉，不吃掉会老掉。把这个粉给它放下去，放匀了。姐。哎。上次那个视频，很多粉丝姐妹说奶奶好凶。是我看到了，来跟奶奶讲一下来。主要是奶奶是这样的性格，都相处几十年了，是的，再给她抓拌均匀了，好 ，OK 了，奶奶，嗯，粉丝姐妹说你好凶，叫你温柔一点，不要都是像我，你还有个三爹的吧？温柔温柔，你看吧，对吧？都在讲呢，好，不要碰，好不了好不了，要油，葱。酸菜、盐、胡椒粉、水，可以了，挖下肉来。啊，吃过。哇塞！啊，来吃饭喽！来了，来了，奶奶快点，奶奶，啊，吃饭吃饭。你这水用别出来啊？是啊，老婆，这不是可以省钱吗？这一大盘都很多了，都吃不完。来尝一下。好。哎呀。哦。嗯，好好吃。真好吃。好吃吧？嗯。嗯。哇。啊。咱煮点米粉下去吃，不晓得几好吃。哎，是好像。我现在去煮点。